101草莓慕斯，好，我们选择101题之后按确定，确定。好，题目要我们打开 PPT 01资料夹里面，点选 PPT 01，好，这个 PowerPoint 档案，好，把它打开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一题的题目，利用从大纲插入投影片的方式，使用 PPT Strawberry Word 文件建立简报内容。好，点选常用新增投影片里面的从大纲插入投影片。好，在 PPT 01里面找到 PPT Strawberry 这个 Word 档案插入。好，第二题，使用呢 PPT Strawberry 点 JPG 图片设定为全部投影片背景，哈，重点是全部投影片，哈，所以在空白处按右键背景格式。好，选择图片或材质，点选档案，好，然后点选 C， 然后打开 NS 这个资料夹，打开 PPT 01，好，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PPT Strawberry 这个图档，按插入。好，因为所有投影片都要套用，所以按全部套用，再按关闭。好，我们看第三题，修改投影片一版面配置为标题投影片，好。点选投影片一，点选版面配置，点选标题投影片。好，第四题，在投影片一右上角插入 PPT Moose 点 WMF 图片，并设定啊，来，那我们先插入图片。好，选择 PPT Moose 插入。好，那它要设定图片的大小，所以在图片上按右键选择大小及位置。好，它的缩放比例要为40哈，那因为这边有锁定长宽比哈，所以这边打40，宽度的部分就会变成40。位置啊，所以点选位置，相对于左上角水平 19.5。好，然后垂直是 0.85。然后接下来替代文字，在描述输入 PPD Moose 点 WMF 啊，替代文字这边 PPD Moose 点 WMF 好，然后按确关闭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五题，设定投影片一显示格式，所以点选投影片一。好，标题文字，那标题文字设定，我们只要点选这个标题框就好，不用去选取哦，不用去选取，直接点选就好哈。来，第一个大小为70 ，Enter， 标楷体啊，所以这边选择标楷体，好，粗体，然后颜色为深红色，这一个好。题目告诉我们 RGB 值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 ，RGB 值没有问题，好。然后呢，副标题一样哈，点选副标题框，大小为48。好，微软正黑体。好，然后呢，出破浪线底线。好，底线一样是这边选择出破浪线。好，深绿色。好，如果这边找不到深绿色，请你点选其他色彩，制定。好，RGB G 是128。好，确定，确定。好，然后第六题，修改投影片二的项目符号，来选取这个部分哈，投影片的项目符号，好，大小为80，好，点选图片，好，选择这一个图片，好，按确定。好，我们看第七题，修改投影片三四的蓝色文字段落降一层级，并设定项目符号为1234哈，来，第三选取之后。降阶选这一个，然后呢编号选123，第四也是一样啊、哦，降阶，
然后编号选123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看第八，调整投影片4的编号，必须接续投影片3中的编号，也就是显示4跟5。所以点选编号项目符号及编号起始值改为4，按确定。好，第9题，设定所有投影片的切换动画为图库效果自左效果，这边是所有投影片，所以这边点选切换。好，这里选择图库，好，自左，好，全部套用。好，套用完毕之后，来点选档案，另存新档，然后储存在 PPD01 里面，把 PPD 改成 PPA。好，储存，关闭档案。好，我们来看评分的部分，101题，按确定。好，出来答案正确。